Barbie Defense 玩具塔方第三代来喽！而之前出的呢，都是以二次世界大战为题材，这次啊超跳痛的，直接把舞台搬到了中国的魔法世界哦，不再是炮弹啊坦克的，取而代之的呢就是魔法骑士跟龙，而且呢加上原本就很细腻的塔防系统，大家怎么可以错过呢？一起来看看详细报道吧。App Store 的长城塔防游戏 Toy Defense 玩具塔防最近要推出新作品喽。这次 Toy Defense 3 Fantasy 将故事背景从二次世界大战拉到中古魔法世界喽。玩家将要扮演骑士王招募佣兵来防御魔族的入侵。本作的复杂度相较于前两作提升了不少，共有六种不同的兵塔可以选用，而密集的范围攻击更是这款游戏强调的重点。如何将敌人引导到死亡路口，就要看玩家们的配兵喽。另外，游戏还支援线上邀请一位好友加入游戏并肩作战，或是防守好友派出的士兵，让这款游戏在塔防类中脱颖而出。喜欢塔防游戏的玩家们，赶快去下载吧！